把东西掏出来，啥呀？把嘴张开。哎，干啥呀？小臭嘴儿，刚才是不是抽烟呢？没抽烟呢。我都看见了。他们抽的，我没抽，我搁旁边站着嘞。哎，别掏！没收了。那不没收他们的呢？他们的我一会儿再管，我先管你。哎呀，好大的官威呀、啊，韩组长！不，公司规定不让在工区抽烟。啊，就因为这个？就因为这个。我还以为你关心我呢。我，哎，这不自作多情吗？不是，啊？公司不让抽烟。公司让你关心我呀？你真的油嘴滑舌。那我少抽两根行吗？你给我拿两根。少抽两根，咱给戒了不好吗？为啥公司让的？公司规定员工都得戒烟。对。那我给你传达一下啊。先别管他们，咱先把你给整明白了。怎么戒？那咱就跟发工资一样呗，你一天过来领两根，然后一天就这两根的量，回家的另算。一天两根，回家另算。行吗？那你求求哇，我求求你。啊。那我咋求啊？请我一口。请你喝。啊，这办公室是出啥事儿？你胆子好大。那个我那啥，我也说完了。啊，你去忙去吧。那我俩先走了，韩总。屋里知道吗？屋里停着点。屋太热了。开窗了。你也去忙吧。哎呀，走呗。人家那什么，烟呢？人都不让抽烟了，以后别搁办公室抽烟了啊！我先给你揣上。啥？没通知啊？这行，我不通知你了吗？